在第一期出租屋改造的内容中，我曾经用布置布仿装了宜家的收纳篮，承包了屋主心心好些的细碎杂物。柔软的毛毡布料和闪亮的黄铜纽扣的细节，也让空间增添了更多的时尚感。想到耳环首饰，大到衣物被子，这个温暖扎实的布织布收纳篮通通能够完美包容，不想使用的时候也能折叠收起，这样张弛有度、实用有原意的收纳单品真是有几个都不嫌多。